今天是七夕节，首先祝福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。也在这美好的日子里，我想带给很多给我健康、快乐、幸福、陪伴我成长的恩人朋友们，感恩你们。首先，第一珍惜就是珍惜父母给我的恩情，养育之恩，从小到大培育成人，非常的爱你们。那第二呢，就是珍惜我的兄弟姐妹们，他们陪伴我们一起成长的过程，这种手足相互扶持的这种亲情，尽管分布在全国各地，但是我们的心永远会在一起。第三呢，我非常的感谢培育我给我知识的老师，还有我在30多年的健康美丽行业当中，不断在各个阶段的教我知识、教我技能的老师，教我学会了做人、学会了做事的这种经历让我成长，深深的感谢你们。第四呢，我要感谢这么多年来开公司培育我的这么多的员工。那从88年创业到今天，足足32年，非常的感恩你们伴随我从化妆品公司到保健产品公司，到今天细胞生物科技这个慢病管理的高科技平台，一路的感恩你们，还要感恩一路成长走过来扶持我们的这些医学博士、专家和教授们。在你们身上我学到了非常多的专业，也给我的客户更精准健康的管理和支持。第五呢，我要感谢和感恩在所有的经历过来的这些朋友们，你们的支持和帮助给了我无穷的力量。第六呢，我要感恩我所有的客户。那从过去做保健，还有今天的生物科技，我们的干细胞存储应用过程当中，我们国内外的客户已经伴随我有30年的客户、20年，还有10年、5年、3年、1年的客户，你们的信任让我有无穷的力量。只要你们获得真正的健康和美丽，我是最幸福、最快乐的时刻。再一次的感恩你们的支持，还要感恩我们生到了这个时代，科技能够创造美好生活，健康的身心灵让我们伴随着一路成长，让我们不管活到40岁、50岁、80岁，依然保持一颗年轻的心、快乐的心、感恩的心，珍惜一切美好，珍惜拥有你们的一切美好时光。谢谢。